建筑物左侧六楼冒出白烟。他吃到一半说失火，台茂。走好，走好。走，左手扶梯下去。整栋台茂都在疏散中。听说台茂失火，可不是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们现在在台茂正在疏散。有烧焦味吗？现在疏散民众，然后火灾警报响起。我们在台茂疏散，好，消防车都来了。哇，烧焦味，整个都烤焦味，整个台茂都外面都是人。哎，那边顶楼有烟呢，顶楼在冒烟了。上有冒烟，我在我们刚刚五楼餐厅的位置，吃到一半就疏散，说失火。然后现在有看到一些烟从那边飘出来。整个台茂都疏散，超多人。